还是有点怕。嗯，还是怕人。不太见不管你，这是吃什么猫？嗯。先休息几天，咱要不给他修修毛吧？只能说比前年要好点了，前年他可能碰都不让碰。嗯。这都看不着他的眼。他一被逮住，他还害怕，他也不敢动了。是。这样一腿看着比里面好多了。是吗？给猫都护住了。咪咪，你干嘛呀你俩？来凑个热闹。这脸露出来，那脸多长的吧？那好看吗？这不你闭眼瘦过呀？你听着猫，它不敢动了。是。他身上打结的太多了，推都不好推。不好推，拿剪子剪呗。嗯。不动。都找不着他的耳朵了，是吧？找不着。不动不动，耳朵哪了？啊，这。下边那一块也给耳朵咬了。对了。嗯。踢不动，是吧？嗯。就打结，粘一块的那种最难踢了。怎么总是粘一块的？嗯，这样看舒服多了，一下少一大块，全打结下半身。这个就跟什么了？都跟大夏天裹个那个棉被一样。嗯，这都很结实，撕都撕不掉。不。嗯，这是在干什么？眼睛瞪得这么大，是吧？他不知道咱都妈来了。是的，不动啊。讲完再给他洗个澡。嗯。你看他身上有没有皮肤病吧？他身上，他身上打结这么多，有可能会有。是。嗯。哎，又跑了。跑了。刚尖一点呢，嗯，刚把脸露出来。好了，不怕了，还是怕。嗯，还是怕。嗯，有空他就要出来。啊，好了，不怕啊，再继续尖，不怕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，不怕。这尖完好看多了。是。只要不像流浪汉了。那后边这个是冰呀。嗯。后边好推吧，能推掉吧？有些东西关系，有些厚的不用拿剪，我就剪了。嗯。行，然后再找个剪子。嗯。剪子小心点呗。他身上毛也长哈。嗯。所以说也没看有太多皮肤病吧？他基本上没有。是。这等我洗澡太麻烦。是。尾巴，尾巴。这不是尾巴，这不是尾巴。这个不是尾巴。这不是尾巴。我看弄上一个，我以为是尾巴的。我刚以为是尾巴的。那么长了。看不到它尾巴的。
大姐太多了。嗯，比之前是好好受多了。你看这边好看是吧？嗯。你这边跟你还有点流浪汉。这个好看啊！啊，你也知道好看是不是？知道啊。哎，你可断也好看了，你也知道好看。对。以前我也是一个小可爱。嗯。洗了澡，嗯，想澡再接着大概稍微休息吧。反正咱身上现在大概都大的都休掉了，对，大体都休。洗个澡。嗯，不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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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怕不怕不怕。嗯，吓得湿都出来了。那个有那么害怕吗？你看。你看这稍微给你一冲，你看你身上会。你冲点水都是脏水了。不是，你吹的都是，你看，全是脏水。嗯，不怕，怕什么？好了，好了。嗯，起来没事，不怕。你这样。这冲这会儿了，还有点脏水。冲不透你。哎。要不踢的话，可能洗不开。那你怎么洗？你不给他踢，你怎么给他洗啊？还没讲完呢，等会还得再讲。洗一遍都干净多了，水基本上都清了，干净多了。那边对，好嘞。咋行吗？起来了啊！咋了？站起来，那站好。吹毛也啊，吹毛打中再给你再稍微修修，给你修好一点，行吧？